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做拉德汉石，你们先打开这面，然后把你们的男的名字还有 direct 日期写下去，这个你们也要做哈。然后我们看下面 lengkap kan ayat， 就是你看哈，这个格子是要给你们填充的。好，我们看第一题， Jack 要去哪里？这个游泳池对不对？游泳池叫Kolam renang， 我们就要写在这个格子。Kolam renang， renang， kolam renang。OK。游泳池看得到吗？ OK， 好啦，我们看第二题。 Jack 妈妈该去游泳之前要穿什么？泳衣对不对？泳衣叫 baju renang， baju renang。好了吗？要穿美美泳衣去游泳。Jack 他穿泳衣去游泳。Jack 妈妈该把住热浪 ，OK？ 我们看第三题。Jack 不热浪的登板。Jack 在哪里？哪种地方游泳？可以去深层的地方游泳吗？不可以，所以 Jack 在浅浅的地方游泳。切得，切得 ，C E 切 ，T E 切得，切得，在浅浅的地方游泳，不然很危险，对吗？好了。好，最后一题我要给你们自己做，你们去书本里面找一样的答案，一样的图片，然后把答案写在这里。最后一题啊，我们看 Jack perlu berhati-hati agar tidak， Jack 必须小心的游泳，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怎样。你比对不对？我要你们去找 le mas， 然后把它填在这里。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第27页。Muka surat 27。我们看第一题，他讲，题目讲什么 ？Susun semula huruf supaya menjadi perkataan yang betul。重新排列这个字母，让它成为对的字。OK， 你看它字全部掉乱了，我们就要写回对的。第一题，泳衣 baju。热浪，泳衣 ，OK。好了吗？第一题是八珠热浪，你看对吗？你看它字是不是倒反了？所以我们要跟它排回对的。第一题它是要写泳衣八珠热浪。然后第二题呢？第二题还是要写 kolam renang， 游泳池 kolam renang， kolam renang， 游泳池 ，OK。你看这里啊 ，UK UO L， 然后 AM， 它就是这里乱了，你要给它排回对了。K O G L A M LAM GO LAM R E R N A N G NAM R NAM GO LAM R NAM， OK。好了，我们看第三题，
它是要写逆笔，逆笔叫 lemas 怎样写 ？le 怎样拼 ？l e l m a s mas lemas 逆笔。写好了吗 ？le mas， 你看它是不是这里也是五个字？一、二、三、四、五，这里也是一、二、三、四、五，所以是这边的乱了，该排回对的。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两题啊，下面这两题我要你们自己做。check 第四题还是要 check。浅浅在浅浅的地方游泳 ，C E C T E K D C D， 我要你们自己写，我再念多一次 ，C E C T E K D C D， 浅浅的地方游泳 ，OK。然后呢，第五题 ，Ajaran。A R J A J R A N run A J A run 对是 A R J A J R A N run A J A run OK 指示做好了，我们就要做28页。看啊，第一题这是游泳池对不对？游泳池叫什么？你们看下面有选项。游泳池叫 Kolam Renang， OK。然后哪一个是 Kolam Renang？ K O G， 你就要去找 K 开头啊，哪一个有 K 开头？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写 E， 就是讲它是第一题的答案。这个是第一题的答案。OK， 我们就要把这个第一题的答案写进这个格子。Kolam Renang。下面的选择题要把它写在这里。OK。你看是不是一样 ？Kolam Renang 这个也是，所以要把它从这边写过来这里。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那个小 Jack 在做什么 ？Jack 穿着泳衣 ，Baju Renang，Baju Renang 哪一个 ？B A Ba J U Ju Baju 哪一个 ？B 开头了，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二。那是第二题的答案。OK，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就是把住热浪，我们就要写过来这里。Jack 穿着美美泳衣去游泳，把住热浪。好了吗？巴珠热浪就是泳衣，你看对吗？巴珠热浪写过来这里。好，我们看第三题它怎样了？还要逆笔了，对不对 ？le mas 是哪一个 ？l e l m a s mas le mas 这个对不对？所以就。写三，等一下完你们自己写上去上面啊，这里。OK， 这是第三题的答案。然后第四题这个是什么？他讲他的水流啊很急，对不对？记得这个吗？瀑布的水流的很急 ，deras，
D-E-D-R-A-S rust the rust 这个对不对这是第四题了所以等下哇你们把第四题的答案写进去格子里面 The rust 水流的痕迹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这个是瀑布 Air 的军瀑布所以这是第五题